哇，开始来到独木舟体验。哇，这里呢真的蛮过瘾的，你可以选择人家帮你划，还是要自己两个人划独木舟，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。 It's very cold, so cold、yeah. 而且刚刚大家还尖叫连连。哇，要看两个人大家默契到底好不好。难以想象，如果夏天的时候，到底人潮会多少？哇，上面这些都是钟乳石洞。建议呢，如果大家来下龙湾，一定要报名这个独木舟的行程。就算乱划一通呢，也很好玩。哇，柳暗花明又一景。Sorry. 哇，还有人开心到在唱歌呢。Yeah, I think that's a push it.